有史以来在学校玩过最好玩的一次，那个滑水道很快，而且超级可怕，超爽，很好玩，那个刺激。教大家怎么玩？爬上去，滑下来，对。我刚才玩那个最高的那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屏大附小校长高建明。我们屏大附小兼具的实验任务和师资培育的功能，是一个五育并重的学校。我们一直希望学生能够在学校健康学习、快乐成长。那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家长会一起合办这个何爷爷的滑水道活动。现在在场边有很多滑水道，跟着我一起来看吧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那为了让小朋友玩得尽兴，昨天校长、主任还有师长跟屏大的学生们，我们合力把它完成到九点多，才完成了今天气垫床的整个活动。为了就是让小朋友今天有一个愉快的体验。我是屏东市长周佳琪，在这边先祝福所有的孩子们儿童节快乐。那也希望说学校精心安排了这个同乐会的活动，大家玩得开心，玩得愉快。今天是我们屏大附小举办的儿童节活动，那我们邀请了何爷爷滑水道来帮我们设置九座滑水道的设施，来让孩子度过一个充满难忘快乐的童年回忆。那这是非常谢谢我们家长会以及家长会长的大力支持，希望孩子们今天都非常的开心。大家好，我是桂珍老师，二年级的班导，那很开心可以带到他们这群可爱的小朋友。今天学校举办了儿童节活动，也祝大家可以度过一个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的童年。今天的这个游乐设施好问题哦，就是我们只要一上去，就会迫不及待的直接冲下去。今年儿童节学校办的和爷爷很棒，有这些恐龙，还有那个三层楼高的，两个高的，还有一个跳。有些东西我不敢玩，但是只要去尝试的话，其实会觉得很好玩。但是有些还是很恐怖。今天小朋友上去玩那个跳跳床就很开心，因为这个关卡是时不时会洒水，然后主要他们在上面玩玩很开心，下来之后又可以踩那个泥巴，所以每个人就是两个方式这样玩。就是他一开始爬上去之后，他溜下来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坡度很陡，然后他有水位，你可以从头溜到尾。就是他上去的时候上面有洒水，所以下来的时候厉害的可以丢到最后。我们是幼儿园，我们班是中小班的幼儿，然后我们班大概有27个小孩参加这次的活动。然后在活动之前，我们有特别跟小孩提到说会玩到何爷爷的滑水道，然后有高有低，然后小孩都很期待。我们早上就先来看过一次，所以小孩子其实在中午之前他们都已经很期待要来玩水这件事。然后因为家长也因为这次活动很热情的参与，然后也拨空的请假陪同孩子共同的度过这次的儿童节。儿童节超快乐！